星期一带你了解 SST 税收增加背后的利与弊。用嘴巴呼吸竟然会变丑。星期二带你深入探讨，身上有不明红点淤青，小心患有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症。星期三让专家为你解析气球恐夺取孩子的性命。星期四让专家为你解答国民服务计划重启你怎么看。星期五一起来讨论。记得留守每逢星期一至五的活力加油站，点亮生活每面。